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你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除了外观上大小，这个比较大一点，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还有这里还有注油孔。那另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请过来看一下。你看到，这是一般常见的鱼眼端杆轴承。那伊格斯的也有做鱼眼端杆轴承，我们有做两种公差，另外一种这种就是比较紧的。伊格斯的特别的地方呢，在于说它有这个耐磨的工程塑胶，整个运动的过程都不需要上油。这种传统的呢，它则需要上油保养。那现在伊格斯的这种鱼眼轴承新合金的全新产品，那我们有各种尺寸，如果各位有想要购买的话，都可以欢迎来到我们线上商店做选用哦。如果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直接跟我联系，谢谢你，拜拜。